那这边 cut off way Bonomo 拿到了 A9。他起注为24000的积分牌。大帽位没有选择防守他的圈六杂色。Do you need ones or is five? Just five is fine. Thank you. Yeah, no problem. Ebinger 枪口位拿了 K8 同花的牌。他选择在枪口位加住他的 K8 同色。这里我们的 Bonomo 拿到一手3-4同色，选择放弃。那么小盲位的 Rankini 是拿到一对7。即使是面对枪口位的加注，也是一手非常好的牌。选择跟注。那么大盲位玩家的这手 A9 同色也选择跟注。在5000-10000的盲注结构下，三位玩家都还有拥有健康的筹码。那在这个翻牌，我们看见 Ebinger 中了中对的8。那作为在枪口位的玩家，也是翻牌前加注的玩家，这里应该会看见他继续下注。还下了24000的几盆牌。直接是放弃了他的手对7。这里是一个持续下注，拿下底池。Davis 在 Hijack 位拿到一手勾圈杂色。那加注到23000的积分牌。顺利拿下底池。
Davis 在枪口位直接拿到了一对六。那加注到23000的积分牌，这里 Hijack 会直接拿到 A5 同花的牌。面对一个枪口，实际是 Rojack 的加注 A5 的同色的牌，还可以。这里跟注于弃牌，甚至是三bet都没有任何问题，一手比较灵活的牌啊！大盲位拿到一手非常好的结构牌，可以直接选择防守。啊，这个面发出来是 K 七五，三张美花在这里 ，Davis 他可以买花，然后呢 ，Bonomo 这里是中了底对，那暂时 Davis 他手上的一对六是领先的。那这转盘来了一个九，这里 Bonomo 选择继续过牌。Davis 也过牌，那这河牌来了张美花，在这里我们看见 Davis 他是中了同花。我怎么这里选择 check， 那应该是对这个底池放弃了。Davis 这里用他的六花选择持续再次下注半池，直接收下底池。啊，这边枪口位 Jetton 拿到了 K 圈，那加注到25000积分牌。啊，这里 cut off way Dickerson A 勾。这手牌他选择跟注，因为对手毕竟是一个枪口位的加注，如果对手是在后置位的加注，那么这手 A 勾是完全可以去做一个 set bet。 目前两位玩家是击中了顶对，但是我们的 Jason 是拥有一张黑桃圈的高张黑桃听牌。Morning guys, can I get anything from Starbucks any chance? Grande cold brew, please. Thank you. You like a double espresso, right? No. You like. 所以在目前两位顶对玩家没有任何黑桃的情况下，他的两高张买花依然是保持有一个比较大的领先优势。那经过两位玩家过牌后 ，Dickerson 下注35000的积分牌。那 Davis 跟注。
JJ 但是继续选择跟住他的 K 圈杂色。那我看一下这里转拍是个十，那这里 Jeton 他现在又多了一个买顺的机会。三家玩家都选择谨慎的过牌，可以看到合牌的四并没有给 Jeton 听牌成功，在已经控制住底池的情况下，他又有位置优势，那么我们的 Dickerson 是应该能拿下这个底池。选择在这里面下一个小的隔离柱，那 Davis 在这里会觉得他顶对有可能还领先。面对这个小柱 Dickerson TP TK 的情况下做了个 call， 为他赢下来这个很大的底池。Yeah, I'll get some. Can I just get a nice coffee with you?What's that? The smallest one. Tall, I think it's called. For me, a cold brew American, please. Medium. Thank you.这里枪口位 Brian Kenny 拿到了 A10 杂花的牌，在这里选择加注到23000积分牌。我发现 Brian Kenny 是非常喜欢穿黑色的衣服，对，他几乎每天都是穿黑色的衣服，对，不同款式的黑色的上衣。我们的布诺莫在庄位拿到了一手同花连招，在拥有位置优势的情况下，他这手牌是非常好的游戏翻牌的一手高质量手牌。啊，这里发出来十十四，我们看见这边 Jeton 跟 Kenny 两位都有击中三条，当然在这长牌里面，三条是很强的牌力了。那这里我们的踢脚弱势的 Jeton 应该会在这手牌损失大量的积分牌。那这边 Jeton 过牌了， Kenny 下注47000的积分牌。Jeton 很有可能会在这里选择一个过牌加注，去试图抓取枪口位玩家 Brakenish 范围里面的一些大的对子。
他仅现在在这里只是跟住。那在这里我们看见两位玩家都击中了葫芦，那这边他们是分钱的，除非河牌再来张 A 或者勾，或者勾，对，看看谁的踢脚能够击中。这里 Kenny 下注127000。我觉得这手牌在没有开转牌之前更好看。对。这里我们的 Jaten 是已经思考超过了30秒。这里选择一个加注，这里基本上是一个 mini race。选择跟注。河牌的一张五是没有改变任何的局面，两位玩家在目前的牌面上都应该明白自己是比较大的。都只输一手44，非常非常小的概率事件。家都是拿到了十葫芦 ，Breaking 这里也显得非常的可惜。他的 A 十踢脚本来可以赢对手的构十很多筹码，但是由于腾上的一张四，使得两位玩家直接发出了 chop。看看我们在枪口位是直接放弃了勾十杂色，我们的 Dixon
波诺姆的九六同色在 CO 位选择开吃。啊，遭遇到了小盲位，我们的 Jeton 的一手 A 圈杂色。一个六万左右的再加注就可以收下底池，十万啊，哦对，盲注级别现在是五千一万，那么一个四倍的加注直接拿下底池。看到目前在我们的直播桌上蓝桌，我们的 Davis 是拿到了94个大盲，94万的积分牌，略微领先第二第三名，都是93个大盲主 Justin Bonomo 和我们的 Peter Jordan。 我们的这张桌子上的Dixon 是拥有49个大盲注，目前落后。24。波诺莫在 Hijack 位拿到了一对八，遭遇到了小盲位的 K 圈同色。再做一个三 bet 到八万七千。可以看一下波诺莫这里是怎么选择。他选择要继续跟注，哦，在翻牌是为他带来了一个比较好的 flop， 目前他有自己口袋对八以及双头买顺的组合。但是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希望他并没有买到上顺钩，因为一旦在转牌或者合牌来到一张钩 ，Frank Kenny 是会直接拿到 nuts。那这里 Frank Kenny 选择用两张高牌跟买卡顺的下注九万一千的积分牌。我们的波诺莫在对手下注之后是比较谨慎，也仔细的清点了对手的后手筹码。选择在这里跟注。啊，这个面非常的血腥。那我的 Brankini 现在是拿到了一手
两高张带卡顺以及后门花听牌，非常非常多的出牌。啊，直接选择 all in， 那这里的八八是非常非常的艰难了。Did you play the Aria tournaments? USPL? Yeah, they were good. Yeah, 他现在思考。It was a good turnout. Like everything was big. The 25K has got like 60. Would you mind stopping and talking for a minute? Yeah, thanks. Can you see that in the left44张没有在两位玩家不知道的44张牌中，依然有18张的出牌。我们的 Brian Kenny 在这里打了一个非常漂亮的一手全下，他拥有41%的绝对赢率。那么这手牌他只要对手拥有一点点的弃牌率，就可以实现正 EV。那么可以看到，目前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波诺姆的弃牌率是几乎是高达有一半。他思索得非常艰难。他依然在思考。选择放弃。打了一手非常非常精彩的拳下，All right, that was my one fold for the day. No more folding. We're on notice.Bulletin has been posted. We the Jack and I CO Will 拿到了一手 K 六同色。选择加注到2.5个大盲注。那 Abin 啊，在这边是勾九同花的牌，不错的组合了。这里他应该会选择用这手翻后价值比较强的牌去游戏一个翻后，防守他的大盲。那我们看一下发牌后，这边是 AK 圈的面，在这里呢 ，Jetton 他是拿到了一对 K 中对 ，Abinger 呢他是可以任何10给他带来顺子，并且我们也看到
在我们的翻牌上是一张黑桃 A 和两张方片的 K 圈。那么两位玩家手中的梅花和红桃都没有任何的后门花概念。在前置位过牌之后，Jason先用他手中的第二大对子 K 选择做了一个小的持续下注，那得到了一个跟注。哦，一张十马上就到了。那这里 Ebbing 啊，他选择了过牌。Jason 也是过牌。那这里合牌，我们看见出来一个勾。那在这个面上，大家都是分钱的。那在对方 all in 的情况下，你一般都会再次看一下这个面，那不要做错决定。这确实是一个顺的面，然后两家玩家是分下底池的。Sure, I can go all in and then be like, oh fuck, flush board. Oh no. Do you think some people fold there? Maybe. You can try at least, right? I was afraid for a second. No, I don't think you're gonna fold, but. It also has more style. Maybe in the updates it'll be like, it's just two million chip split pot. Just 10 seconds is completely unnecessary stress for each person. Yeah, fucking melting, looking if it's a flush draw or not. It's so brutal. They gotta wear them down somehow. Oh, 我们这里庄位又拿到了一手 A3 同色。23. Dixon 是加注到2.3个大盲。他的后手还剩下43.7个大盲，大盲位置的 Bondmo 刚刚是在一对八损失了一个三百底池，啊，选择做一个加注。那他也看见几次 Dixon 在后面的位置比较激进。也是有很多加注的，所以他在这边选择用43杂花的牌再次加注到10万。他选择在这里，如果不游戏这手手牌，那就可以盖牌；但是如果游戏这手手牌，因为他这手牌的摊牌质量比较差，但是有一些概念价值，属于弱结构牌，那么他需要在翻前做一定的激进的反抗。来保护他的牌力形象。Cheers. Threw it in there for you. Didn't end up saying the same time. Just created confusion. 那刚进入我们直播间的观众朋友们，这是。哦，这是我们就前几天播的25万短牌的冠军 Justin Bonomo。那现在赛场上还剩18位玩家，这个比赛是200万买入的主赛。23。那这里 cut off 位 Dixon 加注23000的积分牌，用勾九杂花的牌。那这里大盲位我们看见 Davis 拿到了一对九。那在这牌桌上有玩家反抗的情况下， Dixon 还是继续打得比较激进，
然后呢，这次他选择加注的是勾九的牌。那这边 Davis 选择再加注105000的积分牌。那这里他是背靠背的被大盲玩家加注。Aggressive table, all in, raise, raise. Do you like the brim if it's so aggressive? Bunch of animals. Wild. You're right. I like it, animal style. Okay. Yeah, I love it. In the jungle. 我可以看到，因为比赛现在直播桌是六人桌，所以在短桌。优秀的玩家会玩得更加的激进。啊，这里 Kenny K 勾枪口位加注23000积分牌。那这副牌是没有遭遇到任何的反抗。大盲位的 Jaten 的83也是实在是太差了。那今天我们直播是应该到赛场上还剩6位玩家。然后呢，明天是带来第三轮的赛事，也就是我们的决赛桌。波诺莫在观杀位，没有选择去游戏他的 A2 杂色。回到莽柱位的对抗，两位玩家都没有拥有非常好的手牌。那现在我们莽柱级别涨到6000-12000，前柱12000。那是苗子。You can throw in some reds too if you want. Yeah, earn those ones. Alright, I'll do my best. 这场豪客赛赛事结构是非常好的，结构比较细腻，并且是一个小时张芒。看到我们庄位 Frank Candy 是拿到了一手 A 圈杂色，在这个位置拿到这样子的牌力可以说是非常的定心。
看到他选择加注28000，做了一个比较大的加注。而这里我们大盲位的同花连张，势必是会选择防守的。那这里942的面，这边我们看见 Ebbing 啊，马上击中了可以买同花的面。这边呢 ，Brand Kenny A 圈暂时领先两张高牌。目前我们的两位玩家基本上是五五开，因为大盲位玩家不但有一个买花面，还有一个后门顺。两头后门顺的概念。那在大盲过牌的情况下，这里 Brand Kenny 下注了22000的积分牌。那我们这里 Action 回到 Ebbing 啊。这手牌对于他来说是非常的舒服，选择过牌跟注或者过牌加注都是完全可以的。转牌的任何一张5或者8都会为他带来更多的赢率。啊，这个转牌带来张6，啊，这边我们看见 ABN 现在中了一对6，啊，在这个转牌他选择过牌给 Brand Kenny。这手牌是概念非常强的，可以看到在转牌任何一张5、6、7、8都是可以极大的加强 Ebbing 的牌力。那在这个面上 Brand Kenny 知道他应该都是大盲的范围里面，也选择了过牌。那这合牌带来叫勾，他选择下注22000。那我看见这个注也下得非常小，因为在他下注之前，这个底只是115000。啊，这边我们看见因为那么小的下注， Brand Kenny 选择用他 A 圈两张高牌投机，然后加注到了127000的积分牌。啊，他这里读了对方手上的牌力不是很强的情况下选择加注。下他会如何抉择？可以看到，我们的世界顶级玩家在合牌有利位置情况下，面对对手的一个小额加注，是
很有魄力进行这些激进的操作。啊，选择跟住。Nice call， 这里 Ebinger 读出他在这河牌做了个小注，才是 Brian Kenny 在这边会加注的原因。然后呢，非常准确的 call 了他的六七。非常非常的精准的读牌。Ten diamonds, thank you. Oh, the coffee, sorry. Oh, 我们这里的 Jaten 是拿到了一手 AA， 在中置位。一个28000的下注。哦、好像并没有玩家拥有太强的底牌。我们看一下 Bonomo 这里会不会用80欧来防守。啊，选择防守。在这样子一个翻牌面，他的80欧很难去抵抗对手的任何一个持续下注。看到我们的 Brian Kenny 在这里又拿到一手勾圈杂色，在刚刚做了一个操作，抓操作炸胡被抓之后，他的筹码还剩下632000，依然很健康。大盲问玩家拿到了一手 A10 杂色来选择跟注，双方谁都没有击中，翻牌是956砸花面。啊，这边 Davis 他过牌给 Kenny。 啊，这边 Kenny 为翻牌前做加注的玩家也选择了过牌。Davis 这里再次过牌，
两次过牌之后，面对一个四万五千的下注。选择过牌，选择过牌跟注。那么在河牌，重复的来到了一张六。我们的 Davis 依旧以 A 牌领先。过牌，啊，不是 Candy 是放弃了这手牌。目前我们底注依然是小盲六千，大盲一万二。那这边枪口位 Kenny 拿到了 A 勾，加注到两万六千的积分牌。他又一次拿到一手可以娱乐的手牌，可以看到，而 Kenny 在这里频繁的开指，但是都没有收 pot。啊，在这边 Jenton 他拿到了十八的牌，在一般情况下他在这边会防守。啊，这里出来十七四的面，这边 Jenton 他是中了顶对，过牌给 Kenny。选择过牌，因为 Brankin 是觉得这手牌这样子的翻牌面，面对大王的范围是比较有利的，而他的枪口范围两高张没有击中，很难去扮演一个超对的角色。这位选择下注五万，看到目前我们的盲注是六千一万二，
现在为大家带来的是传奇扑克2019年急救岛站超高额买入豪客赛主赛200万港币买入的长牌 No Limit Hold'em 德州扑克比赛。目前在我们的蓝色桌是拥有6名玩家。在前几手牌之后，在前几手牌中，我们的 Brian Kenny 是连续的没有击中，遭到了一定的损失。Davis 在这里加注到30000，用一手 A 高牌。又是 Brian Kenny， 这里选择跟注。在翻牌击中了底对买后，底对买花。40000的持续下注，这个下注是比较的大，相对于之前的其他一些 CBET 而言，因为在这个面三张天花面也有天顺面，是非常的湿润，所以一个比较大的下注才看起来比较的像手里有牌。那这边转牌 Kenny 拿到了同花，这边 Kenny 过牌给 Davis、Davis 选择下注40000。Kenny 在这里跟牌，他这里依然选择跟注，因为在单张纯花面有很多比他大的红桃已经出现在牌面上，红桃十、红桃勾和红桃 K， 那么他现在的牌力是只输红桃 A 和红桃圈两张牌。所以看上去他的酒花不大，但是在牌面上已经出现了十勾 K 的情况下，他的酒花已经是第三大的坚果。那这里 Davis 他还想继续下注勉强的拿下底池吗？那如果这边 Davis 他要选下注的话，那这个注应该要下的比